君山，放过长恨仙君，将台的不是代理。代理，起来。仙君，对不起。你没有错，花，你不是一直想知道自己的身世，想知道自己究竟是谁吗？知道吗？我来告诉你。我不想知道，仙君的好意，我心领了。只知道以后我是东方青苍的妻子，是整个苍岩海的月主，我不会服从什么注定，什么命运。我是小兰花，不是神女西云，我要去找她。大战在即，兵力悬殊，东方青苍已经没有业火了，月族终败，现在回去真的会有生命危险。小兰花，我绝对不能让你回去。长恨仙君